民进党全国300路口败票，蔡英文、赖清德分头浮选。赖清德副总统本人在这里协同张宏禄委员、罗志正委员向大家问好。上班交通尖峰期，板桥华江桥头车水马龙。副总统赖清德一大早7:30就协同立委候选人在路口挥手败票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你好，早安。距离投票决战日只剩下11天，副总统赖清德挥手致意加鞠躬，希望能催得更多选票。政党票投14，拜托。民进党今天启动全台300多个路口亲赴拜票活动，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也站上街头。不过因为维安的问题，还有是否影响民众上下班，导致塞车或是危险，尽量都以快闪行动为主。出发中心新北报道。